英九先生致辞。总统没来，突如其来的一声总统好，提醒众人政治来了。柯马坐在一起互动趋近于零，不要紧的，这个总是会遇到啊。那你等下跟他同台，你会跟他讲什么？不会啦，没、不会啦，他通常这个都位置都排得很开的，你忘记了。柯文哲在位置上不时远望隔壁的位置是自己的对手姚文智跟丁守中，两个人不断咬耳朵，聊得热络得很。但这张蓝绿敌人握手照，姚文智肢体动作显得有点僵。这个台北市长选举，丁姚陷入该先打蓝绿还是先打柯？这是一场专业对非专业的选战，是一场有强烈使命感要改变台北跟这个随时临时起义的这种来做选战。我昨天已经说了，大家各凭本事，但最终还是得面对这个现任市长，老心仔仔，谁来都没在怕。觉得还是一样的，每个人最大的对手都是自己，真的。你觉得谁会不会尴尬？不会啊，不会，我都很自然，都是。你觉得谁对你来讲比较有威胁？你哪一台？看吧，有人比他还有自信的吗？蓝绿厮杀第一目标还没定，顺手酸一酸柯文哲，有好无坏。市长出新书，有政绩吗？他有政绩吗？他的是有进步吗？市政的资源啊，会不会跟选举有没有关系啊？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指南宫活动把所有台北市长参选人聚在一起，同台更竞争，明着暗着，高来高去。三立新闻 SNS 小组李维廷、吴俊贤、陈嘉文的报。